应该不是我。厄斐琉斯他只是前面弱罢了，谁告诉你们厄斐琉斯后面弱的啊？谁跟你们说厄斐琉斯后面弱的？他只是前面弱罢了，知道吧？正在加速。后面你装备起来了。为什么我上面显示的是中石？那应该是他们上赛季的段位。没有猎物就没有报酬。没点关注的帮主播点关注，兄弟们，没点关注的帮主播点关注。想学厄斐琉斯可以加一下主播铁粉圈。你记得上一次打这个区也是这样子的。等我打一下峡谷，看看是不是我人出的问题。带个致命节奏，这唐娜应该死了。啊，带个致命节奏，这个拉克斯应该不会死。你确定能打到我吗？找房子。然后我没吃到这个。妈的，这猪真的是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啊！什么段位？还是这些现在？我说实话，从这个都能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峡谷差别还是太大了。而且我们不一定打得过，所以最好先靠边。没问题，难排他。终于他妈的有一把队友，玩的还可以的。不然打完我都要质疑我自己了。怎么？我跟你们说，我打这种翡翠分段，虽然这个排的是钻石分段的人，但我打，哎呦，水石弹，完了，就闪现，哎，这样做的感觉真不错呀。一箭双雕，就一个。其实这波有闪的，这次不会吃过来吧？卡牌，卡牌。打牌大招应该是差不多好了，不敢再推了。
没问题。卡牌飞不了我们了，卡牌飞得中。喵喵喵喵喵！我这一个 Q 加那个加被动。这分段真的是终于让我 C 一把了，不然我都要质疑我自己了。你干嘛呀你个螳螂精，过来跟我打，还得把我杀了。你有一说一死不了，我非常喜欢。这都打不死我，吃屎吧你！两三百分就打那个什么，一天晋升个五七八局，打那种大师分段，这很正常的。你打这个区，我的妈还得自己贴钱进去。我自己还，妈的 UZI 来都得发几百才能走。赢的不是我，这样就傻了。鱼玄机肯定跟他对过线啊，鱼玄机这个赛季不还打了一把，只是我打峡谷比较少而已。这个赛季我去打峡谷，随便上千分啊！我就这么跟你们说，去打峡谷，随便上千分，终于赢了一把了。